咱进前有个人讲啦，讲《论经》《论语》的时代观太严重。伊这本册咧写是安怎写？这本册两千多年前，孔圣人的弟子，哦，甲伊接来。啊，伊迄个时阵，咱来甲提这个时，提来到这个时代，哎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呢。咱进前迄礼拜，咱两礼拜是讲一个物件。啊，即摆今仔日呢，咱是要正式来讲一个《论语》的一个课程。那么《论语》的课程呢，第一就是讲三纲领。三纲领。这本《论语》呢，专门在讲头这三章节，互咱由汉字到文字，由一个普通的法语。进一步修炼，一站一站，哦，一站一站，达到文字的境界。所以咱讲，法语是实质，不用得好，有名主观拢来，不用说好。第三方面讲，人不低于不用，不用文字好，要不然直接达到文字的境界。那么孔子在讲啥呢？因为孔子当时呢，伊讲。圣人我不得意见，是得见君主才时刻。啊，伊我当直接见着圣人，伊唔敢去见圣人。伊讲我唔服啊，不管不顾呢，就讲唔服。圣人我即个，我还不敢去考我。不管啊，不管不敢。哎，看嘞，前面那有讲个，